一博，我以为你会给家乡一首歌呢。因为是自己的家乡，所以想录一些特别的东西。而且今年春节还是有很多人都不能够回去过年，也听不到回去路上的熟悉的声音。我想把这些声音还给他们。那咱们开始吧。郑州机场，温度7摄氏度，北风2到3级，天空晴朗爽，实时风速适中，欢迎各位回家。各位旅客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乘坐本次列车。目前列车时速327公里。本次列车下一站即将到达洛阳火车站，请在洛阳站下车的旅客朋友们做好准备。欢迎各位回家。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，目前郑州市主要道路畅通。时逢春节假期，路上从各地回河南过节的司机朋友一定归心似箭，但要小心驾驶。欢迎各位回家。在家过年的朋友们和家人团聚，珍惜团圆。不能回家过年的朋友们，也请记得河南想你。在这佳节佳期，我们相信爱在哪里，故乡就在哪里，心在哪里，家就在哪里。春节快乐。抖音